高技智青年番外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敬业。请大家多多指教。太官方了哈，太正经了。就是感觉是那种没有综艺感，不像我们的丁老师有综艺感。神经病啊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文晶。很高兴见到大家。各位优酷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丁若虚。各位优酷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谢旭超。接下来欢迎大家进入超级智青年番外赛。若自己有一个超能力，希望是什么呢？会飞。飞起来要干嘛？展开讲讲。就是非常享受飞，就是，交通上可以省不少钱，一个非常朴素实用主义的回答。交通上可以省不少钱。那我觉得我要进阶一点，我想要有一个任意门。我跟你一样，我想会瞬移。被 diss， 被 diss， 被 diss， 官方了哈。那我觉得我要进阶一点。我可能话会想要一个 CT 眼吧，是那种可以就是当做 CT 一样，投眼进去一扫，可以看到大家的病情的病情啊，对，这样能帮助我诊断。本期番外赛的主题是知乎的脑洞赛。本次比赛涉及到的三个题型分别是造句、问答、作文。答题采用抢答模式，答对一题得一分，答错不得分。最终累计分数最多的两位获胜，最少的两位需接受惩罚。在脑洞赛开始前，四位可以分别说一下这次比赛的信息。友谊第一比赛，现在道德制高，你们说吧。啊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说吧。手已经摆好了，就等你们等我。我比赛第一，友谊第二，我就站在反道德制高点的制高点另一个端点，我要赢。一起来玩吧。你们两个好佛呀，你们两个坐一起吧，显得我们两个在中间就是很不是人的样子。我们两个待会儿就是专门攻击他们两个。造句题，每题会给到一组关键词，需要用这一组关键词进行造句，不分先后顺序。关键词：求求、拜托、不要了。三二